三篇大卫的诗，这样写道：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感谢主，又把我们聚在这里，像一家人一样，在这边来敬拜他。也感谢他能够把新朋友常常的赐给我们。请当我念到您的名字的时候，请你站立，让我们来认识你一下。我们今天有两位新朋友，第一位新朋友的名字是应该是薛立夫，欢迎你。另外一位抱歉，可能我看得不是很清楚，是叫韩才东吗？韩树东，不好意思，欢迎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请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用几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你是
舌头向你画，你
是在家是
心荣耀耶稣，因你的恩典使我的心生命，你的怜悯触摸我心，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，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，只愿更认识你，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比，主荣耀降临，耶稣基督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，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，我的源头，我的盼望，耶稣基督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，生命主要你是创造天地万有，你是从亘古到永恒一直不变的神。主要我们虽然有的时候常常背离了你，远离了你，主要你却永远不变，你的应许永远不变，你把这样丰富的供应赐给我们，主要你把我们各样的能力赐给我们，主要我们不求别的，只求我们这一生都能够来学会更加的认识你，学会去荣耀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在这在我们这一生的时间当中，不要辜负了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可以能够常常的活在你的话语中。主啊，接下来我们的牧者将为我们带来从你而来的信息。主啊，我们也恳求你恩膏他的口，主啊，你也把能力赐给我们翻译的姊妹，主啊，将今天的聚会完全的恭献我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恳求你的带领，恳求你的荣耀在这里彰显，我将感谢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